坚持无节操解说100年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瑞呢。全都夸他棒。欢迎收看我们喜闻乐见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个人间之眼的这个游，人间之眼的这个游戏的规则还在这里，盒子拿反了。那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啊。首先呢，我们五个人啊会分成两个仙鹤、两个莲花、一个浪人，就三队。比如说仙鹤有仙鹤一和仙鹤二，一就是老大，二就是老二。哇！那么我们的目标呢，就是干掉对方的老大。那浪人呢？浪人活下来就行。其他流派的死活跟他无关，他只要自己保证自己活下来。原来对。然后我们要按照这个游戏流程去操作，是吧？对的，一人会有两张这个忍者牌，两张忍者牌是干嘛呢？我们会按照顺序来接入这些忍者牌来执行效果。首先，第一是密探，选了密探的人先出来执行效果。密探的效果就是可以看别人的这个流派牌，看别人身份。第二个执行呢是隐士，隐士呢就是可以看一个人的这个流派牌和一张忍者牌。流派牌就身份牌，对，忍者牌就技能牌呗。对，就是你这个效果。然后是骗图，骗图有很多效果，每一张不一样，然后遇到的时候我们再说。下一个是盲眼刺客，盲眼刺客呢就是盲狙，直接杀人，杀一个人。哦，再下一个阶段是上忍，哎，上忍呢他就是可以看一个人的身份牌，然后决定这个人杀不杀掉他。啊，你的这个意思是我们互相都不知道互相的身份？对。那我万一杀死了我的队友怎么办？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反正照完这个流程玩完，然后再揭露身份，看看谁才是最后赢家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听懂了吗？关你什么事？看就完了。这怎么来个盗版的？给观众看一下我们牌都是什么。OK， 好，现在给大家发这个忍者牌，我先一人发到三张，你们从这三张里面选到一张，然后剩下的两张传给你右边的人。好，传完之后，从你拿到的两张里面选择一张，然后剩下一张弃掉，这样每人就拥有了两张忍者牌。那么我们开始游戏了，开始游戏了啊！首先密探，有没有人选密探？我。两张密探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你是密探，我是密探，直接开上帝视角，就是预言家呗，预言家。现在他可以找两个人，看这两个人的身份。呀呀呀！等一下，咱们得先沟通一下啊，得先从之中咱你先寻找一下，咱们有没有隐隐约约的联系？哦，你是啥？你是几点？我是一点啊，老大藏起来。哦，一点是老大，我十二点。这个意思啊？哦，我十二点，我用了他的技能，感觉。你看谁？你看两个人，我就看你俩，一个一个看。那我先看一个，看我的。Oh no！ 什么意思啊？浪人有什么信息？快说一下。不是他看你，不是他看你的，他看你的信息，跟你说信息有什么用呢？啊，对呀，我为啥告诉你呢？万一我们两个有密切的联系呢？没有密切的联系，就是咱俩自己就当我没说过。我刚告诉你没听着，没听着，不说了。这是不是个浪人？来来来，你告诉我什么信息？我不告诉你。这你可以告诉我。哦，他可以。我不相信你说话。真的？哇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影视，有人选影视吗？有选影视的可以翻出来。有影视，有好影视。好，他们两个同时选了影视，那么小奥是五点。软软是六点，点数小的先行动，这个有个先后手啊。影视的效果是查看一个玩家的这个流派牌和忍者牌，只能看一张忍者牌。我看看软软吧，大声的念出来。好，这个牌大，怎么不念？你队友是不是？是你的队友，不是软软是你队友才不念的，不是。你的影视你要看谁？我可以看你吗？可以看我。你想让我看吗？你就说想让不让看，你要让我想，我想让我看，我就马上就看。你要不想让我看，我就真的不看。我相信你，相信我。我不想让你看，但是我不怕你看，你懂吧？老人他骗你，老人骗你的，慌张。你不想让我看，没人想让你看，不想让我看。对啊，那我就不看你，我看奥哥的。好，我要看他的忍者牌，你也可以看。
交给他那么从容，一点都不抗拒啊！你俩就是队友，我俩不是队友。你看完了之后面带慈母笑，慈母笑。我跟黄哥一伙。下一个阶段，盲眼刺客，谁选了盲眼刺客可以翻出来。我是盲眼刺客，只有一个盲眼刺客。那我想杀谁就杀谁了呗。对，你现在可以选择一个人击杀他。我现在每个人都要口供，说的不好我就杀了。好，从你开始。我是带队长。他是什么？他是什么？他是他点数是多少？他点数是二，是一。你点数是多少？我点数是二。他点数一，你点数是二。他是什么？他是莲花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确定？我是仙鹤。你是仙鹤个毛？我真是仙鹤，不像吗？你是浪人。他是铁浪人，我杀不杀你没有意义。对，我只想活下来。这么的，我现在随便杀一个，然后我下一把我有那个，我还有上人，我还给你看一个杀一个。哦。我下一把看你要你先跟我好好说你是什么。仙鹤。仙鹤几？仙鹤二。我那我现在就杀了你，杀了你。你妈逼玩儿。好，小王死了，不能是我自己人吧？我有胎记。你这怎么还没洗呢？下一个阶段，上人，所有上人翻出来，你死了，你就不用翻了。上人啊，上人这么多？上人，我是四，我是上人一，我先行动。我都刚刚你的什么？对，你杀我。刚才马哥放我一马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浪人，我追求一个 love and peace， 好吧？而且我可以看完身份证，我选择杀还是不杀。这样，我回馈马哥，马哥刚才放我一马，现在。只有这个人还有杀心，如果我先手把他杀掉，他就不能杀人了。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刚才我没有看你的身份牌，是因为证明我相信你。好，我选择去搞他，最后我看到了我想要的结果，所以我才起了杀心，我想杀他而已。这样，我看你，我不一定选择杀你，对不对？我看你和马哥是一边的，我放过你；你和马哥不是一边的，我杀了你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我一边呢？我可以告诉你啊，有道理。这个合作，他就自爆他是浪人了。他是浪人怎么了？又没人杀他。对，我再活下去就行了。马哥啊，仙鹤家老大在这儿，杀不杀？杀呀！不是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那是叫什么名，但我是蓝色的。红色家老大在这儿，杀不杀？相信我。是什么？莲花？你撒谎！你是仙鹤？没有，我是蓝色的。咱们我看过你牌，马哥啊，你相信我？你是几点？又开始私聊。杀了他！杀我呀！现在他的上人牌已经消失了，我先手杀掉了他。马哥，你的上人牌，你可以选择查看黄哥，查看他的身份，决定是否杀掉他。我看一眼，他在引导你，别，你就杀不了，你只有一次。他在引导你看他。对，真的。等，咱俩是自己人吗？自己人。你看了我，你就只能杀我或者不杀了。但是他真的再轮一圈了。没有再轮一圈。现在上人杀完，直接开始结算。但是他是上瘾啊。不是，是上个浪人呢，他浪人呢。这人活着跟我们胜利条件有区别吗？我胜利，你们也胜利。哦，这是个双赢。但我可以选择看你到底是不是。对对，如果你不是，我就可以干死你。万一你不是，我真是怎么看见个你牌呀，马哥？我信你一次，你信我一次。我查浪人。对，你骗我啊！我没有骗。你可以选，现在你可以选择杀我还是留我？留你一命吧。好，留我一命。好，那么现在所有人都杀完了，开始结算这个结果。我是浪人。哇，咱俩真是一伙，真是一伙。我就说你俩是一伙的吧。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。咱俩应该不抢。我留了一张牌，如果有人用上忍或者刺客牌杀我，我会把他反杀。我去，还好把他善良啊。然后我们胜利的人一人收一个这个胜利标。龙马飞镖，对，这个飞镖上有数字，首先集齐十分的人就可以获胜。咱怎么都是二呢？二呀，两分。首先，密探有没有选密探？哎，我也是密探，我密探一。密探一，你先选，你看谁？你要杀我杀，好，我不查你了。哎，聪明。我是仙鹤二。我看看你了，我杀仙鹤。你说你是什么？你什么？我是莲花二。你不是仙鹤二，你干什么？给我看看，老骗你到底是什么？我是仙花二。仙花来，我看看你，我就看看你的了。真看我的？真看你的。那咱俩就互相看吧，反正知道了。懂了。
那么小奥，你要看谁？我劝你看看他，他刚刚不是给你使眼色吗？我感觉他是仙客，我感觉另一个仙客就是高斯，我感觉海王是闹人。你就只给自己画成莲花了？我真莲花，我看海王紧张，台都掉了，是不是？小仙客，表演浮夸，哎妈，一边的。你是仙客。你是浪人啊、哦？那杀我干啥呀？不是浪人，老想看别人身份牌干啥呢？我就玩儿，我有留下，我就好奇八卦嘛。你是两仙客，两莲花。我是仙客一，来杀我。哦，就是仙客一，就是仙客一，你就是仙客一，别给我走悠悠，看透透的。来，快快杀我！我想杀你。好，来隐士，有人选隐士吗？好，现在骗图，有没有骗图？好，没有骗图，那么谁选了盲眼刺客可以拍出来了？我是，我去，我是最大的盲眼刺客，我要最后提醒。我是二号盲眼刺客，从你开始，从高斯开始杀。嗯，那么我就要先问一问了。我是浪人，我浪人。你上把让我浪人赢了，这把我让你浪人赢，我肯定就是啊，是吧？那么我就想问一下，首先先行的这位刺客，你要刺谁？我是仙鹤。你仙鹤，你要刺谁呢？我仙鹤一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看你在问他们发言啊，你最后再问我一次，你先问他们好不好？那你要刺谁？我不知道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们是啥身份呢？那你可以说一下你的身份吗？我是二，什么二？什么仙鹤二？那你是仙鹤吗？我不是仙鹤，你是仙鹤。我一直说我是莲花，你是莲花，他是莲花。我查过数字，我就不说了啊，我不能出卖兄弟。那这样，首先干掉一个老大。我不问了，不问了，不想问了。好，杀死杀死，我不想问了，杀死杀杀杀，还想等我问了？就是仙鹤一，还想等我问了？不问了，不想问了。你真是仙鹤啊！那就是你是莲花，你是莲花。来吧，方哥，杀吧，杀我吧，别老大。别老大，杀别老大，杀高斯，老大，真把你杀了吧？不会盲杀了吧？救命！这个是莲花一，这个是仙鹤一，这个是仙鹤二，这是莲花二。还有一个胜利条件就是，如果说他俩谁活下来了，谁赢。现在他俩都是二，问题是马哥还能杀、啊？对，马哥还能杀，马哥杀谁？你杀完了？我杀完了，就我最后杀了。对，那才有意思了。你想杀谁就杀谁，马哥明天早上我给你带早餐。莲花这边怎么说？一个月，一个月早餐。这么的，我说两句。我们这边老大这一年工资不要。我们这边老大。十年工资不要了，你玩的真实的，你敢不敢？他来呀、啊！他不是老大，你也不是老大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是老大，这个老大，你这么的吧，石头剪刀布得了。行，好呗。所以呢，你妈，你妈去！没事吧？石头布，耶！好，现在那个上忍，他有没有上忍？有，死人了，开始结算，浪人，莲花。好，胜利的阵营可以拿到一个胜利标记。来，马哥拿一个，浪人是浪人老好人啊。莲花一人拿一个，耶，三分，恭喜啊，莲花阵营。哎呀。咱们最后一局吧，谁分第二高，谁今天吃豪华套餐。吃豪华套餐，谁 ？OK， 谁是密探？谁有密探？密探，密探，好，密探一线行动。马哥是不是红色？我不能说，你自己想看就看。我是红色，你想看就看。看一下吧，看吧。啊，你看完了？你怎么的吧？看完你怎么的吧？你有没有武功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好，行。那马哥应该跟小尔是敌对的。好，小尔看，小尔看谁？我看海王。哦，你没刀。我不告诉你，这哎，他俩容易换，他俩容易换，再演，再演，好好，影视，这不是用玩吗？影视，只有我一个影视，只有影视。好，我要查看一个人的身份和他的一张忍者牌。你是浪人是吧？对，我是浪人。我记得我传给马哥的牌里面，我传给他的两张牌里面是没有刀的，所以马哥其中一张牌一定不是刀。你们从这三张里面选到一张，然后剩下的两张传给你右边的人。好，那你这你都能记得住啊？真都假的？对，你要不是你不三张选一张传两张过去吗？这两张里面没有刀，我都忘了。那我另一张就可能有刀，另一张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要看看。哎，隐士出来了，现在。对，我是隐士。我也隐士。啊，你是几？我隐士二。我是三。啊，我先，你先。因为小奥传给我的牌里面他有刀。哎。啊，他传给我的好像没有刀。没刀。那就说明。那说明他选他把刀拿走了。怎么说呀？我没刀。我看看啊，我看看。
你看我说我没刀吧？他还真没刀，他真没刀，他马上就用了。马文科生，该我看了。好，给马哥看了。还有你忍者牌也得给他。随便一刀吗？对，马哥抽一刀。到底谁是我队友啊？骗图，所有的骗图出来。来了。选择两位玩家查看他们的身份牌之后，你可以选择换或者不换，但是换完的两个人不能看自己新的身份牌。换的话是随便换还是说必须交换？他可以换可以不换，不换我们是不是得知道没换？也不一定，就是随机的，你不知道换不换、啊、这么好玩，那我得做个标记。哎呀，哎，看我干啥，我就是个浪子，你看我干啥。安哈，安哈，到底换没换？安哈，到底谁是我队友啊？马哥，我是浪人，你要不告诉我一下你是什么？我应该现在是浪人了，所以你怎么要不告诉你我是什么？我不能告诉你。小应该把我换了，如果他不换我，我就会杀了他。不对，我要杀了你。为啥？那现在就是我要杀了你。为啥呀？我要继承马哥的意志。我刚才想要杀了你，现在变成我想要杀了你。为啥要杀我呀？因为我看你牌了。那他俩是一阵营的。对，那我们三是一阵营的。你们怎么你们仨怎么意思？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是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我是不是仙鹤的牌。对，所以我俩现在就是又当浪人又当仙鹤，但是我们只能结盟了。对，直接我俩就结盟了。那我们三个人杀他们两个，这个人也不一定。银牌打下一个阶段，王爷刺客，我是一，我是二，我是四。你的五六一点用没有，一刀直接砍了，死了。你想干什么？王爷刺客一啊，我是啊，对不起了，莲花一，直接倒下，两刀没用啊。你来，我二号刀，你肯定得到孙奥了。到孙奥，我是红色。你万一是浪人呢？不是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浪人也能赢啊！我突然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。什么？想杀所有人？不要多想。不是，就是你想想，现在我俩一个人是仙鹤，一个人是浪人。谁是浪人？我应该是浪人，我猜的。但是应该会换。就是说，要让我们三个人都赢的话，那杀他需要杀掉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人的仙鹤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杀了他呀，他是莲花、啊。但是他这刀必须出啊！我剁尸体不就行了吗？不能剁尸体，这刀必须出，他不能自杀吗？我不能自刀吗？还可以自刀吗？选择击杀一位玩家。啊，反正你先死了，你先死了，对，先死了。好，我出刀。你刀谁？我俩选一个。等会儿。哇，好刺激！我喜欢看这种局面。哇！为了获得共同的胜利，只能二选一。对，浪人，但是刀低了。你换了没有？我不说。现在我俩人，你中间你要刀掉对的那个。我一开始是仙鹤一，我是仙鹤二。对，你必须得杀，你杀了我必须刀对，刀对我们就共同胜利。刀错的话就只有仙鹤胜利。现在不确定我俩谁是仙鹤，谁能胜利？我，你现在就不是确定我们俩，就确定他换没换？对，这是马哥的牌。嗯，刚才奥哥是在那个位置，他伸手过来，是这样。哎呀！哎，看我干啥？我就是个浪子，你看我干啥？你别给我们弄乱了啊！安哈，到底看没看？安哈，这你能记得住？杀这个吗？杀谁？杀我吗？这是高斯。绝对不是浪人，杀掉了仙鹤，仙鹤和浪人共同获得胜利，我们可以吃豪华套餐了。哦，你杀了他，对，他杀掉了仙鹤一。啊、哦，你留住了我。对，我留了浪人，然后我也是仙鹤，我们仙鹤和浪人共同获得胜利，所以我们吃到了豪华套餐。哦，你的意思是你杀了浪，你要杀了仙鹤一啊？对。原来是这样，哦，那就共赢了呗。对，共赢了，赢了。不是十分就赢了，对，我赢了啊啊啊！这么快吗？啊啊啊！行，算算谁的分最高。我现在九分，我八八分，我六分。你多少？我六分，九分的豪华套餐。啊来啊！我杀对了也没有，最低分那个，跟我去刷厕所。哎，好嘞。